嗨，我是 Dr. Samuel。 最近时常听到朋友提起关于割包皮话题，今天让我向你们一一解释。包皮换割手术，或通称为割包皮，是一种日托医疗程序，这过程会把多余的包皮割除。那割包皮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它能减少性病感染，包皮割除后能被病菌滋生的表面减少，大幅度减低龟头炎、艾滋病、疱疹病和尿路感染率。第二，割包皮能消除包茎，就是因为包皮过长而导致开口过紧，或者因为包皮过长而受困于阴茎头后的并发症这种危险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它也能降低患阴茎癌的风险。虽然阴茎癌是蛮罕见的，可是割包皮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。最后，割包皮能让性功能更加持久，就是因为割了包皮，龟头长期被露面而导致去敏感化。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，请到邻近的诊所寻求专业资讯。谢谢。